南京政府派人到萨拉奇视察赈灾情况。好，我马上通知萨拉奇方面。斯诺和吴少校受命到萨拉奇视察赈灾情况。萨拉奇的地方官得知中央特派员要来视察，刻意准备了简餐，营造出萨拉奇井井有条、地方官员廉洁职守的假象。他在街头偶遇了自己的外国朋友艾琳。你们就是刚才街上人们说的中央特派员？你能请那位特派员跟我去看一看真实的萨拉奇灾情吗？他带着斯诺和吴少校离开了中心街道，去查看真实的萨拉奇。在这里到处都是饿死、冻死或是即将死去的人，与地方官所介绍的截然相反。得知真相后的吴少校气愤不已，他用枪指着地方官员的脑袋，逼问他造成混乱局面的原因。地方官员吓得屁滚尿流，直言是上级领导克扣了粮钱。粮食是被上面的人扣去的，瘟疫泛滥，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他们死去，也没办法呀。说，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说，小偷，你赶紧跟吴长官说，你赶紧跟吴长官说。在吴少校得知这个上级领导的名字之后，竟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